조절해요. 你不必再白费力气了，门窗已经被我锁死了。九灵，你知道吗？你走的这一年多，就像是一场梦一样。今日，就是我们大婚的日子。对了，我为你做了婚服，就和我们当日成婚的时候一模一样。 你喜欢吗？你真是个疯子！疯子，我就是个疯子。我前世今生只爱你，我只为你一个人。我只爱你一个人。你过来！啊？我不过了。九灵啊，你怎么变成现在这样？你是因为这张脸才不认识我了吗？是不是我把你放出来，这一切就都好了？ 你怎么能这么残忍？顶着这样一张脸出现在我的面前，陆云锦，你我从来都是仇人，这点大家都清楚，别再自作多情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当初你刺杀陛下的时候，你怪我没有救你，我那是在保护你，否则。你别过来！ 九灵，你回来了！疯子，九灵，你回来了！别过来！你回来了！别过来！啊！我不管了。你知道吗？陛下已经对你起疑心了。你只有在我这里，只有我才能保护你。楚让对你来讲，才是一切。有本事你现在就杀了我！ 你才是我的一切，你是我的最爱，是我的亡妻，我怎么可能会杀你？你是不喜欢这里的环境？你是讨厌这里是吗？没关系啊，你如果讨厌这里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，去你喜欢的地方。你疯了！找你喜欢，我们去天涯海角都可以。疯了！ 不喜欢的话，我带你去别的地方。九灵，九灵，我没疯，我没疯，我就算疯了，我也是个爱你的疯。你到底要管我到什么时候？ 我怎么是在管你啊？我是在保护你啊！
你看我为你做的这一切，我尽量做到和我们当年成婚那日一模一样。你是不喜欢那样是吗？没关系啊，我就按坏王府去做，按你最熟悉的去做。我带你去天涯海角，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知道天涯海角都可以啊。周林，周林，我不管了，我不管了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，我就在这儿守着你。陆大人，陆大人，这是回家还是去伍德斯？旁边那个是谁？陆大人，你猜他们在想什么？他们大概在想，我胆子挺大的。陆大人，我能见见他吗？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，你一定饿了吧？我记得你原来喜欢吃曹家的特色，上次你说过好吃的，今日特地给你带回来了，你尝一口啊。放我出去。他们家呀，开得晚，我又怕逼迫惊扰，会让他做的不好吃，所以我就等了很久。你不会是等饿了吧？你吃一口，很好吃的。我知道，你想知道陈国公的事。他被陛下判了谋逆之罪，待他押解回京之日，便是他受死之时。谋逆之罪？怎么可能？没什么可不可能的，人死了，这些东西重要吗？陈国公独揽北地的局面已经不在了，以后的天下是陛下一个人的。北帝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，是天下百姓的。不重要，随他们去争吧，与我们也无关。来吃一口，不然就冷了，不好吃了。你放我出去。你吃一口，吃一口再说。九灵，我是你的夫君，你应该叫我云奇。你这一辈子都别想得到我。你让我觉得恶心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你的家人，对吧？我能保护好你，我以后一定会护你周全的。出去。你看你都饿瘦了，你吃点吧。那你吃一个虾，好吗？我让你出去。对了，九灵堂那边为了护你周全，对外说你回泽州了。还有宁云昭，他今天居然问我能不能来看你，你说可不可笑？我知道宁云昭喜欢你，而且他不只喜欢你这个人，喜欢你这张脸，他还透过你的外表看到了你的灵魂。果然，读书识字的人就是比我厉害。滚！